要开始上课喽！忽观风吹雨打，忽观星起我离家。我的妈妈从来不放假，工作为了家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手语教室，我是龙老师连桥，我是听人老师如今。这个星期日，也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，是母亲节。做孩子的呢，常常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谢意还有敬意，比如写母亲卡给妈妈，或者是母亲花送给妈妈，或者是打电话问候妈妈等等等。你们想好了吗？要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？还没想好，没关系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商量选什么礼物送给妈妈最好呢？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。OK， 好。第一个，母亲节，女生，小指头是女生，拇指是男生，母亲节，这个是多少啊？几月几号？多少？母亲节，简单哈。好，下一个。第二个周日，好，一个月有四个礼拜，好，第二个，所以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、第三个礼拜、第四个礼拜，第二个礼拜的礼拜天，捏捏嘴巴，红色的啊，嘴唇，礼拜天通常都是印日历都红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第二个礼拜。天是好，下一个康乃馨。如果照字面的话，康乃馨哈，这个比较难比，我们都是比母亲花。母亲花，对，康乃馨，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一些别的颜色的，你也可以来比。红色的花，母亲花，或者是有粉红色的，对不对？粉红色这边就是腮红，粉红色的母亲花。对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礼物，礼，这个是礼貌，东西，礼貌，这个你好，这个就是礼，然后这个是东西。礼貌的东西就是礼物，懂哈？好，卡片，一个上一个下，卡，卡片，四四方方的卡片。如果是母亲的话，就是母亲卡片。如果是去看生病，就是问好的卡片。如果他结婚，好，就写结婚的卡片，了解吗？好，蛋糕。不是照字面哦，你看它圆圆的，然后有蜡烛吹熄。蛋糕常常啊有蜡烛嘛，叫
吹，哎，所以就是蛋糕，蛋糕。OK， 下一个手语，珠宝。好，上面戴戒指有一大颗，还有脖子这边很多颗。第三个耳朵也有，耳朵也有一颗大大的。这三种都可以。戒指，好，你看哦，戒指哦，啊，给我，给我啊，知道吗？有戒指的话，哦，不是玩具戒指哦，要真的宝石哦。好，哦，想得美，想太多。好，哦，啊，刚刚那个再复习是珠宝，好，随便你要用哪里，你也可以珠宝都可以，嗯。好，下一个包包，手语怎么比呢？一个是背的，哦，这是那种侧肩背包，或者是手提包，包包，还有这种，这是什么？后背包，对，后背包，各式各样的包包。嗯，好，下一个香水，手语怎么比呢？香水不是要用动作，对对对，喷喷喷，好喷，哦，了解吗？聋人哦最喜欢夸张，就是这样喷香水。你看那个吃东西的，差点要吐出来了，笑的。香水 ，OK， 照片。拍照一张，嗯，那个太大张了，再小张一点。拍照一张，第二个手语，照片，这是摄影机的镜头，好，照片，照片 ，OK， 拍照的一张就可以最常用。好，接下来。酒，拿一个酒杯倒了以后，嗯，好香的酒啊，晃一晃就是酒。酒，红色，嘴唇红，白，牙齿白，红白，红酒，白酒。你喜欢酒吗？喜欢红酒 ，OK。B 是什么？啤酒啊，啤酒会啤酒肚，不好看，太丑了。OK， 下一个名牌推出去，这个是名字啊，以前的盖章推出去就是名牌。名牌，对，好，下一个饭店吃饭的大楼，很大一栋哦，饭店常常呢结婚啊喝喜酒喜宴都在饭店，饭店这个是比较豪华的，嗯，那如果是去住饭店吗？一样，住饭店，饭店啊，两个都可以。OK， 餐厅吃饭的地方，吃饭的地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常常都会把它当作不同的名词，比如说火车的地方是火车站。还有呢，飞机的地方是机场，各种地方，哦，但是你要看句子，然后自己来想象那是什么地方。OK， 餐厅。好，下一个自助餐，自己夹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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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助餐。常常都夹很多
夹很多哈、哦，对，没有错。可是要注意哦，如果剩太多就浪费了，差不多分量就好。自助餐 ，OK， 还没这个手语，我最记得这个就很像中风，对，你们要注意，还没啊，不要这样、哦、不要这样子、哦、这样就不好看了，还没，两次就好，还没、你晚上吃过了，还没，还没。你们晚上吃过了吗？都还哦，有人吃过了，有的还没。我一样好吃，有人吃一吃，边上课边吃饭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节俭，节俭，节俭钱。放在牙齿这边保住，告诉你们哦，连桥老师很节俭。我家啊、哦，他要付贷款哈、哦，所以很节俭。节俭是美德，知道吗？他、哦、如果迟到，计程车不要，他一定还是公车。节俭有啊，对，那叫相反呢。大方的手语是什么？大方，心很宽啊。大方，我常常大方，请人家吃咖啡，请人家喝饮料，我的钱都飞了，要哭了。OK， 下一个预先，这个吹一吹，在嘴巴前面吹一吹，提早的意思，提早，然后往前，本来在这边，然后往前，预先，预先，这个是提早，这个是往前，所以就预先，好。下一个定位，你记得哦，两个小指头勾定，好。如果说往前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定位的动作，好，定，定什么呢？火车票定，餐厅定，定。如果那个看电影呢？定位，对对对，订票。订电影票就不各种各不一样的定位，了解哦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请客。好、哦，这要看好哦，方位哦，动作很清楚，要不一样哦。我的手语从外面进来，是你让我请，我请客、哦。如果是这样子呢，我让你请。这样的话是我要出钱，我请他，我出钱。你们哈、哦、要请我，就是你们要出钱，这样了解吗？以后应该那个有来上线上教室的哦，都是很棒又专心，然后等在那边的，所以以后他们来上课，你要那个请客。可以可以，来呀来呀来呀，我请大家哦，你们要拿钱来哦，记得刷卡，刷卡要记得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感动，很像那个感动的时候，心是不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？哦，到心，感动，感动。好，下一个，你们努力学手语，我很感动。好，孝顺怎么比呢？这个拇指爸爸，小指头是妈妈，然后我们就爱护他们，摸一摸他们，
孝顺，孝顺，知道吗？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，你们要孝顺，知道吗？那第一三四就不用孝顺了，也要孝顺。第二个母亲节要特别孝顺，一定要很标准。好，那平常也要孝顺，好，孝顺我。哦，我是包奶奶啊，他说他是奶奶，乔奶奶。好，孝顺。下一个青春，打开，年轻，额头很亮，青春。相反呢，老，老，老。大家的手语都很棒，很有基础。你们很棒，我们两个光荣。不能错，错要停止，我们两个要很小心交，不能够错，对不对？下一个美丽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笔法很清秀，这个脸很清秀，美丽。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脸很棒，美丽。第二个手语，这个也是棒的意思，就是脸很棒的意思，美丽，美丽。 OK， 永远，如果照字面，永远，手语歌常常有没有看到这样，永远。好，自然手语呢，一辈子，一辈子，就从这边到尽头，一辈子。 OK， 那现在词汇教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复习哦，我把嘴巴闭起来，我们很快的手语复习一次。学完了词汇之后，现在要来手语绘画。第一次不说话哦，看我们两个笔，看懂有没有哦？
可以。刚刚我们的手语对话，你们看懂了吗？有没有？好，有，但是表情会很难过的样子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的对话很好啊，给大家猜一猜练习嘛。不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来发出声音来练习一次。大家跟着我们比哦，注意看。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，你买礼物给妈妈完了吗？还没，我在想买礼物给妈妈，什么东西呢？你可以给我建议吗？你妈妈喜欢珠宝、香水、名牌的包包，喜欢有没有？没有，不喜欢。我妈妈很节俭，衣服、包包都在菜市场买的。哦，那你可以请妈妈去饭店吃自助餐，红酒，喝个红酒，但是记得提前定位。你的建议很好，我买个蛋糕和康乃馨送给妈妈，吃完饭以后跟妈妈一起拍个照片，照个相，好感动啊！你真是孝顺的乖孩子。对了，我一样是妈妈，你要祝我母亲节快乐。我早就准备好了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一辈子青春美丽，美丽哦，好，美丽哦。OK， 这样看懂了吗？有，脸都笑了。刚刚前面是现在都笑了。好，那现在接下来就是要准备猜谜咯。你妈妈喜欢什么礼物？来猜一猜看，我的动作，看看是对的，知道的就举手告诉我。第一个，你妈妈喜欢这个吗？好，什么？戒指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戒指，戒指，好，答对，好，钻戒，好，钻戒，一分得一分，会打字的也可以打，好，好。第二个，你妈妈喜欢这个礼物吗？大的哦，你看哦，好，苹果。iPad 啊，平板电脑，猜对了吗？啊，苹果是 iPad， 对对对 ，iPad，P 哈 P 这样子的话是 iPad。好，下一个，你妈妈喜欢这个吗？什么？知道？在打字哦，好，再一次，他说再一次，血压计对不对？血压打字打太慢了，对的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 ，OK， 下一个，你妈妈喜欢这个礼物吗？都知道，按摩椅，很好，猜对了，猜对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下一个，你妈妈
妆品，对，化妆品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健康食品。对对对，哦，好，下一个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，知道了哈。名牌包，对不对？哎，香奈儿，这个，来看，包好字啊，这个，哦，所以这一定要学会，男生一定要知道女生喜欢这个双 C 哦，很贵哦。好，下一个，你妈妈喜欢这个吗？马上是啊是啊，一样啊，差不多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下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妈妈喜欢这个吗？喜欢，喜欢哦，钞票答对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谁不喜欢钞票啊？都喜欢。刚刚呢，有那个打字问说，那个孝顺和那个纽约很像，手语。你看啊，第一个，这个是孝顺，纽约呢是横的，哦，横的，孝顺是直的，哈，好好的爱他。纽约是 Y， 哈，这是英文字母的 Y， 纽约，纽约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刚刚的连桥老师推荐了这么多现在最流行的母亲节礼物，你们决定好送什么给妈妈了吗？如果你那个钱啊就比较拮据哈，没有办法买贵的礼物给妈妈，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心里面觉得说感恩。谢谢妈妈，从小到大都照顾我们，妈妈一样会很高兴的。还有哦，尤其是听障的妈妈，或者是听障孩子的妈妈，他们养育孩子的过程更辛苦。连桥我呢，要向你们致敬，辛苦了。对了，如我哈，如今妈妈还没有。问你母亲节想要什么东西哈？我今年呢要祝我的妈妈和婆婆哈母亲节快乐之外，我的两个孩子下礼拜六日要国中会考了，好紧张哦！我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考试顺利，目标的学校能够考上，我就高兴了。哦，谢谢，好。各位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预祝你的愿望实现。好，谢谢连桥，也谢谢今天来跟我们上课的同学们，也要谢谢我们的幕后团队帮忙我们。记得这个星期天要用手语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的花，好，拜拜。连桥的脸书也在直播，好，脸书直播，拜拜。